吃午饭的小姨妈来喽！哇，上次吃完猪蹄肉真的是馋得我不行，我又悄咪咪的来了。今天开了个小灶，都是我的。我的天哪，好幸福呀！我们来吃一次大猪蹄吧。如果你也爱吃猪蹄，评论区打个卡，直接吃的呀！哇，你们看，哇 ，Q 弹有质感，就这肉，这多少胶原蛋白呀？我又要美丽一波了，这也太自恋了吧！满嘴都要溢出油来的胶原蛋白，骨肉分离，哈哈！青青最爱的猪蹄蹄，一个字绝，太好吃了吧！开心到起飞，让我们一起摇摆，摇摆，使出吃奶的力气了，哈哈！用猪舌蹄子舔你，是这里全是金汤料，我的天哪！反正我是吱吱吱，我要胖胖的，我要向前走，感觉正能量。你们羡不羡慕这样吃货的我，还不胖 ，Q 弹有韧性，太爽了吧！呀，剥皮抽筋，一大片的吸溜进去，非常 nice。再来一块，哈哈，我突然放的小手啊，这个也太肥了吧！这头猪猪活着的时候得吃了多少吃的呀？我尝尝，它都吃过，这都能尝出来吗？从皮相来看，这只猪猪经常不运动，导致皮下肉肉过多，一嘴能给我吃出满嘴油。你看我说对了吧？哈哈，果真是。今天这胶原蛋白可真是补充的够够的量。法秀精，要把它们都啃得干干净净。我已经尽力给它啃干净了，奈何我的牙齿太大，进不了这个缝里头。我的天哪，吃猪蹄吃到满足是一种怎样的体验？大餐之后来一个这个啊。我刚刚吃什么来着？我忘了，这个我可没吃啊。反正我又吃到一个果冻了。关注我，你说吃什么，我们就吃什么。评论区告诉我。